追上去，反应老难了，哇，来不及了，无法，没关系，他们在沙漠有僵尸，你们撑住。啊、哦！往高处走。我在高速。哇，被弄了。喂、欸，上啊，僵尸！地上有没有得吃？克！哇，好刺激哦！欸、等一下，怪超多哎、欸，早刚不出去了。哇、欸，怪太多了，我要远离，让怪物出发。哇，你超安全！你不要再动了！哎、欸，你不要动，你不要动了！一只刺客找你，怪物过来了。一只刺客去找你了。你现在左边，你后面，对，现在你有两只僵尸在追你。OK， 没事。你下面跑出，哎、欸，他们上不来，好，没关系。剩下哇，一打一。哈，哎、欸，等一下小雨那边。好刺激哦！小雨后面好多崇拜者哦。喂，而且法西，你有看到那裂缝底下？有，哎、欸，超好看！哇，难道？哎、欸，苦力棒，苦力棒！我知道，我拿那个而已。小雨后面的苦力棒哦，好刺激哦！小雨哦，我觉得下面那一排好可爱。哇，太猛了！哇，来看巧克力！哈哈好多粉丝，叠高就可以了。太夸张了。这是什么仪式？阿纪，你有体验到僵尸的那个吗？怎么刚不出去了哦？那个僵尸数量围着你，应该觉得太多了，超白痴，超多嘞，重物超多，多到爆炸，好多怪哦，超扯，好可怕哦。哦，僵尸太扯了。哎、欸，光光，你刚怎么死的？小雨，你杀死喵哈，我去捡喵哈的书，增加血量。哦。哎，阿汪汪怎么死的？我再也不要开物资。阿汪是开物资箱死的啊。巧克力被炸死，好惨哦。我跟你讲，那时候我第一个开，然后我离那物资箱超远，然后结果还是被炸一半血。哦，原来你损血是这样啊？对。好，汪汪应该是零距离开，对不对？就躲不掉了。我以为物资箱只有好的、欸。没有，还有写，还有写 10% 会有坏的，可是我们一直不知道坏的是什么，现在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直接爆炸，现在是秒杀的部分，原来如此啊！我觉得放到正式场会很好笑，真的，很有趣哎，可是只有25箱而已啊，25的、啊。而且我那时候 Tab 还看，想说为什么就只有我一个人？没有，不止你一个，而且我还是整条血被带走。哇！告诉你，开物资箱只要离一点距离。签乐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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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签了，签了，签乐透，签乐透。该签了，该签了，签了，该签了，签下去，签下去，签下去就是你的了啊！对，签下去我就可以拿到0块钱。觉得好伤心，好生悲伤。一群怪物，真的是怪物超多，啊、很恐怖、欸。你看到杰克骑马就觉得哇，好帅！我们也要都没有皮革，因为刚好拿到马鞍呐、啊。啊，是啊、哦，骑是骑兵哎，就物资箱直接拿到马鞍，超扯、哦。我以为你是逆向的合成都做的，没有。哦，逆向合成可以做。对啊，这七个皮革马， oh. 七个那个啊，皮革可以做马鞍，来个 H 吗？哦、对，传说中的 H。哦，来，你这样也可以再骑马自己来。有马、哦，这场要找哎、欸。对啊，这个可是蛮多马的。我们等一下可以去探废矿了，因为我已经看到废矿入口了。毒蜘蛛，毒蜘蛛。突突突！没看到树啊、哎！可以随机物资、啊。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！废矿有木头。废矿有木头啊！去废矿挖木头。废矿有木头，这么刺激的吗？先去废矿挖木头。对，开场找废矿、啊。先遇到木头呢，还是先遇到怪物呢？一定是木头啊！玩地上木棒打。可是你没有木头，你一样不能做成其他东西啊！没有合成糖，对方会以为手上有武器。
你已经讲出来了，一个魄力吓吓对方，吓一吓。我有双木棒，双木棒，你知道打鼓吗？双木棒，我分队分是乐团分哎、欸，对啊，今天你都跟乐团，今天都是两个、欸，对啊，团团活久一点哦。我没有，我今天很飞，我今天就一直遇到人，然后就一直死。跟、欸、我们这边第一场一样，对，嗯，对，跟第一场一样，要不要换一下？哦，一样啊、哦，一样可以换，就要换，就是换哦。分啊，没有，哎，又是乐团，哦，乐团，哎，又一样哎、欸。有一完全一样的吗？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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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分，八分，下去。巴好凶啊！我凶啊！好凶啊！我们繁星在哦，不要抢我们繁星哦！没救下去了，我是把他拉下去，被拉下去，被拉，被拉走了吧？到底？所以我们等一下想去废矿探一探，是不是？可以啊，反正这边也是不能在地表晃啊。对啊，晚上在地表上恐怖，晚上跟刚刚那一场一样，全部都是怪。嗯，慢慢的，就是挖沙子叠高就好了。挖沙子叠高吗？挖沙子，然后找到中心点，然后叠高。都没有到时跳出来。有啊。啊！战斗开始。没有哎、欸。哦，真的吗？刚刚。没事哟。三个棒子，棒。4个，6个，8个，9个。这仙人掌好高哦！哎、欸，这里就有了。哎呦，好高、欸！你后面就有了。哪里？哎呀，我掉下去了。我这里就有了。挖木棒小心啊！啊，会掉下去，在某些地形会掉下去。危险！哇哦，有木头了耶，还有蜘蛛网。不够啊！好少木头，我只有3个木材。3个吗？你在哪里？来几只吧。我这边有6个了。我有看到另外一边有。在哪里？应该前面这边。发现了。看到。来来来。来来来来。先都给你，先都给你。好好好。哇哦。这里很多吗？我也一起挖。哎，你绕过来好了。后面后头。哎呀，没了，好好去死吧！没有，哎呀，没了。另外一边还有，我刚有看到。好好好，那你过去，不要跟挖一样的，可恶。没有，这里是不一样。没有，是汪汪。哦，好。哦，这里哦。喉咙，是不是？哦，繁星喉咙、欸。这里没有。我感觉这次听你的声音有鼻音。我鼻音吗？对，应该是后来繁星有换麦的关系。哦，这里有很多。这里有很多、啊，坑都好浅哦。对啊，坑都没有往下的坑。我放合成台。好。还是我先往下挖好。可啊，都可。哦，不好意思，刚差点折到，瞬间看到他那个裂缝没有。折到。哇！哇！哎，我挡，你挡靠背，挡住。从哪里挖下去？靠边这边。对。还是我先等小雨挖石头。那我想说挖石头、哦、要挖很久来做。对，因为这很深才会挖到石头。向下的废矿哎。哎呦！哦、有这里。那我们过去，小雨上来吧。好好好。这样比较容易挖到石头。对啊，我这边有石头了。哦，觉得怕。那我帮大家做个师傅。会会跳跳。螺旋下去。来啦，合成台在这边吗？好暗哦。合成台你有拿吗？我没有拿。我拿了，拿下来了。下来吧。嘿，可以先放吗？对。好想做剪刀、
干嘛浪费啊？挖蜘蛛网，做剑就好了。做剑，对。他想要用蜘蛛网啊，不是剑啊。哦。哎，第三个木斧，铁磁斧怎么在哪？师傅哪里？那就是汪汪的没捡到。对，哦，好，我捡。来，给你。看来他自己。我没有，我没有做。对啊，那是我刚出的。哎，发光。当这年头的木头。我当柱。哦呦，为什么？我变柱。再不刷牙，木头是这样吗？哦，好暗哦。嗯嗯，呀，但是，哦好，怎么了？刚刚听到跑步声啊。哎，我这边还有往下的路，这里，下，你怎么了？电子三的跑步声太锐利了，不然就是我这个耳机太恐怖。听起来很可怕。这边有往下的路哎、欸。好啊。等一下哦，前面这边、哦。我靠！对，那蜘蛛毒的吗？毒的吗？苦力怕。应该是吧。毒的。这里的应该都是毒的。挖个柱。毒的话要堆两个。挖没有挖个柱子。啊！出来了！上来了！好可怕！吓都吓死了。不是啊，没有人有盾啊，很恐怖。有石头吗？石头没有啊。哈，我有那个啦，陶土。陶土，我陶土没办法，没办法对付。哇！吓死了！一瞬间，一瞬间，通通涌上来。我好像突然理解为什么哈基这么害怕蜘蛛的那一瞬间。从游戏里面体会到现实的恐惧。我看到他们了，哈基他们。看到他们吗？对，在那个位置。有武器吗？斧头。好，跟我们都一样。好。三二七。我们去找别的废矿好了。你看看、哦，小雨你要冲过去啊？没有啊，从上面走。没有啊，我觉得我今天讲话声音处在一个破音边缘。那附近有没有？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水池。杰克哦，阿基哦，哪里？在我前面。你前面，你在哪？他自己在跑，他自己有盾牌，就是盾牌，后盾。竟然有盾牌！杰克在旁边，杰克在旁边，杰克在旁边。那走啊，那在个旁边而已。他有看到吗？没有。好，那他应该会走过来。我要出去引他们过来吗？啊，我就一起。好啊。F5, 我记得啊，我记得。吉大法。我记得。吉大法。F5刺激他，F 五开着 F 五是不是？哦，开 F 五，看一下后面有没有东西。可是这个 F 五就没什么用，你看不到。人呢？没人了，那怎么办？哦，原来是蝙蝠哦！可能刚刚黑黑的东西到底是什么？对啊，是蝙蝠。刚刚那个确定是杰克啦。OK， 在这边吧。这边吗？这不是？哎呦，巧克力又被炸死了。他今天怎么那么惨啊？红啊！这边喽，快找！这边喽。那边啊，他们在那边。啊，走！看到了。
开始走。登山。山山。看往哪边？往那边继续走。继续走，好，那走。嗯，哦，小编。哎呦，我不知道有没有看到。对啊，也开始走。喂，哦，白痴哦，我看到立走。旁边有音乐。